阿力热班英文真简单。今天我们的来宾是嘉玲。今天来到了嘉玲的道馆。对，你好，你好，开心你可以当我的学生。今天这个 seating arrangement 呢，特别可以让大家看得出来我身高的优势。我比嘉玲稍微高一点点。就这样。我们站起来，我们稍微往后退。好。实际上的高度。你好高哦，你的脚。的比例，脚大概是在我到胸口。我们在开始教学之前，想要问嘉玲，你的英文程度大概在哪里？正常沟通还可以哦，真的对， okay, okay. 但是太难的可能要稍微理解一下，要想一下这样。之前日本的时候有没有接受那种国际媒体采访，然后你要全英文回答？我有一个，然后他就是叫我讲英文回答嘛，然后他英文问我问题，然后英文回答，结果才刚讲几个字而已，就被旁边讲中文的记者说没关系，你用中文回答就可以了。哦，那时候问你的英文问题。我有两次世青金牌，他就问我说青少年的世青金牌跟这次奥运的想法。那你原本要怎么回答？我原本讲说我对这次英文哦，对 ，compared to World Junior Championship, attending Olympics is less stressful. OK OK. Because nobody expects too much of me. 哦，其实 OK 你是会讲的，你可以针对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去做一些训练。或者是先拟答这样子。我今天为你选择的主题呢，叫做动名词。动名词。对，你知道动名词是什么吗 ？ing。没错没错，动名词是加 ing。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我为你准备的量身打造的教材。好。那我们一开始呢，先请嘉玲翻译一下这句话：赢得奥运奖牌就像是美梦成真。好。好，我看一下哦。Winning the Olympic medal is a dream come true. OK， 这个可以，这个翻译对。那如果我要加的话，我可能会这边加一个 it's like a dream come true， 因为是像是嘛。觉得这一边如果真的要再稍微改一下的话，这个可能可以改成是 winning an Olympic medal， 因为你不是得到那一个特别的，你是得到某一个，因为它有很多个嘛，你得到其中一个这样子，所以赢得一个奥运奖牌，所以 winning an Olympic medal is like a dream come true。好，没错，这是你当初的那个心境嘛，对不对？对。这句话的动名词在哪里 ？Winning。对，没错，就是这个 winning， 这是动名词嘛。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动名词的概念。Win 它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形态。所谓的动名词呢，它是后面加上 ing 的这样子。但是呢，你有没有在其他地方也看过长这样子的 win？ 正在。对，没错，没错，没错，正在，没错，正在进行的。所以这个叫做进行式。进行式也会长成像这样的 winning， 还有一个比较难一点叫做分词形容词，把它变成是一个形容词的形态，然后最后一个呢才是我们的动名词，所以这三种不同形态它都会长得像这样，就是 ving。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来学的是动名词的这个部分，因为要学动名词，但它又跟前面两章很像，所以我们要先去区分一下这三个之间的差别。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的是进行式它还会是动词，它没有改变词性。那分词形容词的话呢，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形容词。然后最后动名词会变什么？名词。没错，动名词会变名词。那大家如果想要看就是分词形容词啊或进行式的话，都可以看我们之前的阿迪教教版，以前有教过这样子。我们今天就是专注在动名词上面。好，那我们往下咯。首先呢，我们要先看动名词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基本上动名词就等于是名词，所以说可以放名词的地方就可以放动名词。那你觉得名词可以放哪里？主词。主词没错，还有呢？受格。对，受格，对，受词。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补语，名词通常是放在主词，然后补语跟受词这三个位置，所以只要是名词可以放的地方，动名词就可以放上去。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Taekwondo is hard， 这里既然主词可以放，是不是动名词也都可以放？嘉玲，你随便跟我讲一个，你觉得什么东西很困难 ？Training。哦 ，training， 啊，可以，可以，可以，好 ，training is hard， 所以这个是不是它从 train 而来的动词？加上 ing 之后变成是动名词，然后放在主词的这个位置上面。你还有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难？读书很难。读书很难哦。OK， 好。Studying is hard， 它是由 study 而来的一个动名词，所以这些它都是放在主词的位置，所以这些全部都是 subject。第一个它是可以放在最前面，这个还蛮好理解的。补语的概念，它是在一个 be 动词或者是连缀动词的后面。它跟受词不一样的是，补语它后面这个是在修饰前面。所以 Taekwondo is hard 这个句子跟前面这句子是一样，这里是主词，然后这边是补语，补语我们通常会说是 C， 这个困难在修饰跆拳道，所以跆拳道是困难的，这样在补语的位置其实也是可以放名词的。那我这边直接举一个例子，像比如说 Taekwondo is mostly K，
kicking。这边的 kicking 这边就是一个动名词，就是在踢的动作。动名词它就是表达这个动作本身的行为。跆拳道，大多数来讲是用踢的嘛，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是不是用踢的行为等于是跆拳道？踢这个动名词在补语的位置，然后再描述跆拳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运动。好，到这边都听得懂吗？嗯。OK， 所以这是第二个位置当补语，然后最后一个位置呢是当它作为受词的时候，这边是 Rosa， Rosa 是你的英文名字，对 ，Rosa， 大家知道你的英文名叫 Rosa 吗？不知道，应该比较少。对，冷知识 Rosa， 好，所以 Rosa 是我们的主词，然后 loves 是我们的动词 ，Taekwondo 这边是受词，就是你的受词，他就是做这个动作、接受这个动作的主角，嗯，对不对 ？Taekwondo 接受你爱他的这个动作，所以叫受词。你还有爱什么？烘焙，烘焙可以，好，所以如果是烘焙的话，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动作？嗯，烘焙的英文你知道吗？baking， 嗯，没错 ，baking 这个就是由 bake 而来的动词，然后变成加上 ing 变成是一个动名词，所以这边一样，它是在受词的位置。还有吗？你还有喜欢什么 ？shopping， 可以可以可以，所以 shop 这也是一样，它是一个动词嘛，然后加上 ing 它变成是一个动名词。当动名词放在受词的时候，就是你喜欢做这件动作的本身，它就变成是一个名词。你还有喜欢什么？跟阿弟学英文，没有错，完全没有 say。十秒钟前，可以讲说你喜欢跟阿弟学英文哦。这个话我让你写写看。喜欢跟阿弟学英文的话，你要怎么写？嗯 ，OK， 太棒了。Yes. 明天的新闻标题就是家里喜欢跟阿弟学英文。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可以讲，就是这个 love 这个动词后面啊，它是不是可以接这个动名词 learning？ 那还有另外一个你刚刚讲的 to 什么，对不对？它可不可以加？变成是 to learn， Rosa loves to learn English with Ray， 这样对吗？对，这样子也对，没错，这样其实也是对的。这个东西它叫做不定词，然后这个 learning 它是动名词嘛。那至于什么动词后面可以加动名词，什么动词后面可以加不定词，又是另外一个范畴。那我们今天就先不讨论这个，这我们可能之后在下一集有机会的话讲，因为它其实有点复杂。大家今天只要知道的是说，动名词它作为受词呢，其实可以放在动作的后面，像是我们刚刚这边举的所有的例子。好，那受词还有另外一个形态，就是在介系词后面，嗯，这个叫做介系词受词。像比如说 Rosa won by 4 points， 这是你在决赛的成绩嘛，对不对？铜牌，对，铜牌的成绩。这个 by 介系词后面呢，加上的这个跟着这个介系词的受词，这里既然可以摆一个名词的话，代表里面也可以放什么？动名词。没错，就是动名词。哎，你其实错，蛮有反应的，我喜欢这种学生。Rosa。我们把这边改 one by， 你最后的一集是下压，下压，对，下压的英文是什么？我查一下下压的英文是什么。哦 ，X kick， 好帅哦！把这边变成是一个动名词，会变成什么？你是行使出了这个招式嘛，对不对？嗯。所以你可以说 Rosa won by performing an X kick。这边就是 perform 的这个动词变成是动名词。所以 performing an X kick 它在 by 的后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它在介系词的受词的位置，也可以放动名词。我知道回旋踢，回旋踢的英文叫做 roundhouse kick。真的吗？嗯，你还有常用哪个招式？旋踢，旋踢就没有转一圈的，就是单纯这样。哦，从旁边踢吗？对。哦，那这是 side kick， 就是从旁边踢。嗯。还有呢？你还有常用什么？侧踩，脚踏起来踩人家的那种。脚踢起来，然后这样踩啊。对对。这个我要查一下，这个我不太确定叫什么。那个 front kick， 从前面直接踩它。嗯。还有吗？后踢。后踢。后踢是长什么样子？转半圈，应该叫做 back kick。back kick。所以回到这边 ，performing an X kick， 所以你这里就可以把这些不同的踢法就套进去，对不对、？perform 什么东西？所以这些就是动名词可以在的不同位置，也就是在主词。然后在补语，然后还有在受词，所以你之后看到 一篇文章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分辨说它在什么位置，所以这个应该是在讲一个动作的名词这样。我们今天学完动名词的定义跟它会出现在什么位置之后呢，我最后有一个、小考试挑战看看，这是我自己写的一篇小短文，嘉玲你看看你能不能够把你觉得是动名词的全部画起来。好，里面会有一些陷阱题哦。全对耶，你好厉害哦！哎，这个我真的没有先给他看过，全对，非常棒。真的。好，那我要来考一下你是不是真的都理解。嗯。那第一个，这个是放在哪里的位置？补语。
对，第一个是不孕。好，第二个这个其实是陷阱题 ，punching techniques。大家看的时候啊，会觉得说，哎，它这个是不是现在分词，然后当作是一个形容词？现在分词呢，它当作形容词的时候，它比较是说这个东西在做这个动作。所以像比如说 a running man，running man 就是这个男的在做 running 这个动作，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分词形容词在形容它。但这边的话呢 ，punching techniques 这些技巧有在揍人吗？没有，没有，它是揍人的技巧。所以这个 punching techniques 它其实是一个叫做复合的名词，就是这两个都是名词， punching 是动名词、techniques 是名词，两个加在一起它是一个复合的名词，这样。所以没错，所以 punching 这边也是动名词。第三个，这个是在哪一个位置？是受词。没错，是受词。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什么 ？practice。对，这是动词嘛，所以在动词的后面，它是在受格的动名词、好，再来第四个 ，after winning 这边是什么？就是。那它前面有什么 ？after。after 是什么？介系词，对，在介系词后面，所以它是受格，对，它是受格，没有错，没有错。好，然后最后一个 ，she really enjoys kicking people， 受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是 enjoy 动词，对，在动词的后面，所以它是受词、那唯一一个并不是动名词的，就是这边这个 trying， 那为什么这个不是呢？它这个应该是动词，没错，它就是动词本身。这边要往前看，它的句子的主词在这里 ，she， 这是我们的主词 ，she is。是第一句，然后这边逗号嘛，所以这边其实完整的是 she is still trying， 所以这个 she is trying 就变成是我们刚刚讲的现在进行的动词，所以 trying 呢这边就不是动名词。好的，那刚刚这篇文章大家在五个动名词当中有抓到几个呢？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说。好的，那我们今天阿弟教班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Rosa 表现得很棒。好，那你应该动名词之后就是会非常的熟悉，你之后变动名词大师。大神，大神，好。之后，只要大家问你就是英文好不好，你就直接跟他讲你的封号。动名词很厉害。对，你就说我是动名词大神。okay. 大家就是 respect 这样子。OK， 没有问题。好的，那今天的阿弟教班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喜欢的话呢，记得去看我们的播放清单，前面还有九集更多其他相关的文法教学啊，大家一一看下来，一定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收获。那在今天上片的同时，我们在嘉颖频道也有一支我要来学习跆拳道的影片。是的，是的，最近哦，很多网友都觉得很想要揍我，最近做了很多自卑的行为，所以呢，就是请嘉玲待会可以来惩罚我一下，这样子。好，那大家如果想要看这支影片的话呢，要记得去到嘉玲的频道，我会把影片放在这边哦。好，那最后呢，我们来感谢一下频道的董事长，也就是我们的悠悠、韦如、King、Paul、Tim、智慧跟 Pew， 感谢你们的支持。好，如果喜欢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每礼拜一的晚上7点会有新影片。And that's a wrap。I'll catch you guys in the next one. See ya! CAT 就是 Creators at Taiwan， 是一个为了台湾新媒体创作者打造的全新平台。如果想要更多的了解 CAT 的话，赶快下载 Hami Video App， 去到 CAT 网红馆吧。